老板，给老板的炒个土豆丝，别过油，别焯水啊，清脆爽口。这菜你快找老于啊。嗯。老于，切都切不了，你还让他炒呢？老韩，你小看谁了？我今天给你蒙着眼睛切一个土豆丝，必须炒的啊，老板娘满意为止。好呀。不就切个土豆丝吗？咱们说话算话。你不是蒙眼睛吗？对，必须蒙眼睛。切土豆丝儿，你不能着急，必须这个片儿多厚，丝儿就多细，必须刀工要好，刀要磨得快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老韩一天这才能没用的，先用点激将法，不就土豆丝吗？谁炒不了？土豆丝儿就切好了啊！土豆丝儿，你看这切的有毛病吗？废话少说，开干！娘呀，老于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是？我是给老板娘炒土豆丝儿。哎，大师就不一样。先把土豆丝控水，炒这个菜必须把锅要润好了。这个菜的秘诀必须放点猪大油。来点花椒、八角，给它呛糊了。这大出来啊，要不这玩意儿吃了麻。完了，搁点蒜片、干辣椒炝锅，把土豆丝搞里，锅边处好，盐、鸡粉，直接嘴里。现在开始表演吧。最后出锅来点红油，没想到你有两把刷子啊，还有魔镜。